因为没关系，从那儿来做，把那个事情现在积累各种经验，不要伤心，他们如果再来，这个计划是不可能的。你上个星期要做啥？这个计划是不计划，有一个问题，把我给做。你别说话呀，你别说话，最好不要说话，音乐都不要放。反正我，因为现在我不说话就行，先用中文说就行了。我就怕因为啊。